好，再来看到这个法式甜点马卡龙，但其实这不是真的能吃的马卡龙，而是马卡龙造型的洁颜球。现在这种洁颜球外销到杜拜去，还成了杜拜公主指定爱用品，包括艺人婚礼也拿这种马卡龙洁颜球来当婚礼小物。婚礼当中让宾客超级带的婚礼小物肯定可以帮新人加分，时下最夯的包括眼前这个看起来像贵族沙发椅，但其实打开还可以当珠宝盒，高贵又实用。还有女生出门不离身的镜子也做成了宝盒造型，照镜子也是一种享受。我觉得刚刚那个首饰还蛮不错，但是我比较喜欢那个洁颜球，因为它摸起来好舒服哦。追星娘口中说的就是这一个最近婚礼超夯，打开盒子乍看之下就像法式甜点马卡龙，拿起来原来是可以清除脸部脏污的洁颜球，颜色粉嫩让女生好喜欢。像有些名人啊，布洛克啊，还有杜拜的那个皇室公主都指定用这个哦，像名人严家乐的婚礼也是指定用的。那这看起来很可爱，是像马卡龙一样，可是其实它是洁颜球。男生喜欢的婚礼小物就偏爱实用性，像是 Q 版电影主角，或者是梦想中的车款钥匙圈的随身碟。时下婚礼小物超有创意，结合实用跟法式甜点，要来抢攻新人目光。多新闻综合报道。